拍剧《毒死流浪猫》张庆宇疲劳君。张庆宇，张庆宇，这太里有毒啊！有毒啊！只猫抽搐咗几夜就，这是有毒啊！是好戏定真系？内地剧正宗岳飞佢啲餸有毒，毒死流浪猫嘅呢一幕一出街，网民就即刻丧插。身为主角，庆宇都即刻出嚟解释：小白猫没有死，只是用了麻醉，下半身的几下颤动是工作人员用手配合出来的效果。哦，麻醉。不过解释完，大家都照闹。麻醉仲好意思话自己热爱小动物、哦？麻醉前有冇问过只猫仔嘅感受啊？麻醉对只猫冇伤害咩？为求达到效果就麻醉猫猫。学网友话斋，你哋有冇谂过佢嘅感受噶？日本科研神奇修身，用榄酵素严选多种蔬果，帮你保持美好身段。用榄酵素真香传承。